这个是龙虾尾，这个的话是蛤蜊，在。拍完就停。开口的。
感觉别的食物吃不下去，除了绿色的。就这个，肯定是傻子嘴多的，挑白色的吃。不是。啊？有的是水藻。
宝贝，你要面条热，加点凉水。没事儿。跟爸爸一起吃的蛤蜊，啊，撑着了有点。我们吃的很快吧，它的真名应该叫蛤蜊，哦，蛤蜊，你出去买的，我京东送来的，乌梅，我说你不大可能一个人出去买了拎回来吗？宝宝继续。